国内 COVID-19 疫情又下来了，指挥中心、指挥官、陈市中共会用慢慢跟调整，完善规划，强化预防，人变能力也都有事态原则来进行慢慢的攻击。这两年就会公布国内2023年、2023年群体限制，有希望重要。一部国内 COVID-19 确诊年纪有更大的情形，20岁到39岁确诊的比率提升到最近一礼拜的42%，青少年族群变作了下风持续重点。陈市中进一步分析，但可能是学生呢因为工作关系冲跳到外卖，韩国家庭群体感染的可能性，造成社会比率较高。经济部近半年起行政院会报告，今日前天实施初测一天天了，行政院中苏俊聪会中采取通过报告，讲今日七家七校一天的天了，只有单张年用贴一千图以上的用，超过一千图以外的使用量涨得用一天的天了。中央气象局讲，中途风采阵法一下雨同好慢，落水的天气被推翻好前面，北部山区有局部的好雨，中南部、韩国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，然后雷雨，其他位所是多云，下周过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。气象局明确，今半年发布条件的几率不高，稍早会看北转的国土来观察暴风雨，但会转向推翻的流体。阵法风采就会来了，苗栗人台风向共接力，一下做得真嘞。李农讲，农民望天落雪，虽然风采会来，不过还是坚持要修改哩章节。不过了今年农村爆发，蘑菇个问题见到今年初，希望做得做到我开放农业个义工。